进来哦，音乐给我大声点，音乐大声一点，好了，唱歌了，唱歌，可以快一点吗？音乐可以快一点啊，就熊啊。今天因为拄啊，这个口拄啊拄到这个端午节嘞，所以咱今天就邀请六十位啊，这个阿嬷嘞，咱来到这个所在啊，同这个三合院哦，同这白肉粽哦，尤其今天是还佫有一个上重要的，就是讲咱白家好食的肉粽啊，咱就是要好食的比赛者，咱有一个仲夏之梦幸福之粽的比赛吼，咱现场有三十位，咱一个要来比赛食肉粽，当然透过希望讲透过这个活动。咱会当从咱启动啊，伫日本时代，咱会献予日本天皇的这个献纳米的透过这个活动会去让这啊个少年朋友知影，希望讲透过啊这个传统饮食文化，让这阿嬷来做达人，搞阮这个中生代，搞阮这个少年一代，搞阮知道会当传承落去啊，将让这阿嬷逐礼拜来个浪费，蛮活出因的价值感，甲因的成就感。好呀，拿三个先生吧，好。